张君林，出生于1962年，是一名中国香港的女演员、歌手。她曾经与梁朝伟、梅艳芳主演的电影《新仙鹤神针》。这部电影讲述了六扇门主事曹雄召开武林大会，欲统领江湖的故事。她在影片中饰演了蓝小蝶，之后关之琳出演了非常多的作品，特别是《黄飞鸿》中的十三姨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这也成了她的代表作之一。她出生的演艺世家，如今虽然已经55岁了，但是关之琳保养得非常好，看上去非常年轻，而且她的穿搭也是非常显年轻的。关之琳身穿深蓝色的连衣裙，衬得肌肤白皙有光泽，V 领的设计也非常性感。不得不说，关之琳穿睡袍真的很有女人味。关之琳裙上有很多白色的亮片设计，增加了不少气质，看上去优雅迷人。关之琳开叉到大腿真性感，很多网友们不禁感叹，都已经是55岁的人了，还敢这样穿，真的是非常大胆了。关之琳戴着黑色的颈链，显得非常妖娆，搭配优雅的短发，看上去性感，很撩人。她的身材丝毫不输当今的流量小花。再看看其他穿搭，关之琳身穿黑白条纹套装，非常显瘦，束件裤子里面拉长了腿型，看上去知性优雅。关之琳身穿黑色的印花上衣，外穿绿色的花纹网球服，搭配黑色的裤子，脚踩红色的靴子，非常时尚。关之琳保养的真好。